好，大家好，我是那个爱发内容一成鬼 Open Stream Map 台湾跟 Wikidata 台湾联合一成鬼的主持人 Dennis。 那今天很高兴大家在线上陪伴大家。那主一成目前就还是在进行，应该是第二场快结尾了，那一结束的话就会是我们各个分轨的一程会进行。那我们这个开放内容一程轨是由 OpenStreetMap 跟 WeData 一起来进行的。那第一场的部分会是由刘建峰来讲解说啊 ，WeData 的那个这个计划要怎么去编辑，那会进行一些基础教学工作坊，那会大概是半个小时的40分钟的时间来讲解，35分钟的时间来讲解。那建峰，你要不要出场来让大家打个招呼这样子？建峰，你的镜头要开吗？现在你的镜头好，看来镜头好像出了点问题。好，大家好，我是建峰，大家可以叫我阿峰就好。那等一下再讲解一下。等一下讲解一下 Wikidata 的基础教学，欢迎大家上 Slido 进行提问，那时间内我们都会尽量帮大家解答。OK， 大家都看到 Slido 的那个连结已经出现了，那随即就会进行了我们的预录议程，那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 Slido 上发问。大家好，欢迎来到 Wikidata 和 OSM 的开放内容一程轨。那我是这一个一程轨的第一位讲者刘建峰。那我现在要来讲的是 Wikidata 的基础编辑教学。首先看到目录，第一点我会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第二点会带大家认识一下 Wikidata。第三点会讲 Wikidata 的基础编辑步骤，第四点会带大家澄清一下说 Wikidata 中有哪些易混淆的陈述，那第五点当然就是实际操作示范。好，先稍微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刘建峰，大家可以叫我阿峰，那我是这一届没有毕业典礼的应届毕业生。好，那我同时也是 Wikidata 地方学专案的新北主持人。右边是我的照片，右边下面是 Wikidata 地方学台中主持人所做的关于地方学的网站。大家有空或是有兴趣的话，可以进去参观或者是加入我们地方学。好，带大家来认识一下 Wikidata。第一点是它的来源。来源是一开始的来源是 连接维基百科中快研的条目，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比如说像淡水河，在中文维基百科有关于淡水河的网页，那英文维基百科可能也有，西班牙维基百科可能也有，各种语言的维基百科都可能有淡水河的那个维基百科的页面。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把它做连结呢？在 Wikidata 一开始出现之前，你必须要在中文的维基百科页面附上其他语言的维基百科的连结，例如英文维基百科或西班牙维基百科。那到了英文维基百科，你必须要做同样的事情。那如果一个条目它有很多个语言的维基百科，那你就要做很多次这样的复制连接。那为了省时间，之后就有了 Wikidata 的出现。你只要在 Wikidata 里面写下关于这个连接、关于这个条目的连接，然后写成一页，那各个语言中的维基百科都会有相应的连接。换句话说，你只要复制一次在 Wikidata， 你就不用复制很多次在各语言的维基百科中。
那第二点就是它的定位。首先，维基中最大的分类是维基媒体基金会，那下面有很多的专案，例如维基百科、Wikidata、维基导游之类的。那其实这些专案的定位其实是平等的，但是以知名度来说，维基百科是最知名的。那第三点特色，它是采条列式的叙述，浅显易懂，而且内容皆为 CC 零开放。那第四点入门，Wikidata 的编辑门槛低，然后再加上你编辑 Wikidata 的时候，可以顺便理解一下维基的各个专案大概是什么原理操作。之后编辑如果要进阶编辑到维基百科的话，也比较好容易上手。再来就是基础的编辑步骤，第一点确认资料内容。首先要确认资料内容是否开放。那这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写到没有开放的资料，那可能会触犯一些法律。所以这边推荐几个大家比较容易做资料的部分，例如维基百科、政府网站或台湾方志等。那台湾方志也是目前 Wikidata 地方学所在编辑的内容。第二点，确认条目 item，确认此条目是否被写过。那如果有，请检查这个条目里面的内容陈述有没有完善或是错误。如果有的话，那就直接给它修改。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新增一下条目。第三点，添加陈述，陈述是每条目的核心，也是我们编辑的重点。那第四点，新增参考来源，让陈述更有立足点，并让他人了解此陈述之资料来源。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示范一下。首先，我们来看到一个条目中它包含哪些东西。第一个是标题，比如说以郭法来说，郭法是一位台湾的医生，那郭法它的编号是 Q10698191915，那这个编号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它就是照你创造这个条目的顺序来决定这个编号。那每个条目的编号一定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编辑陈述的时候常用一些固定的条目，你可以把那些编号背起来，这样以后编辑的时候会比较快速一些。那再来就是描述，描述就是分别其他同名资料用，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同名同姓哦，那同名同姓的时候，你就可以在描述叙述说他的职业啊、出生地之类的，让大家查询的时候比较方便分别这些同名同姓的人，他们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也代表不是同一个人。那再来就是多语言的说明栏，一个条目不会只有中文一个语言，那中文又有分中文台湾中文跟繁体中文，那这三个中文的话，麻烦都复制贴上就好了。英文的话，如果官方资料或者是你找到的资料有确定的英文名称的话，也可以描述，也可以写上去。再来就是基础的编辑步骤陈述，那陈述最重要的就是性质，性质就是说，它是这个东西，你编辑的条目，这是什么东西？那再来就是新增一些可以确认的资料，然后也可以写进 Wikidata 上的，比如说像国家啦、职业啊、就读学校啊。那相依无就是我们刚提到的，如果有同名同姓的状况，那你就要在两边
两个条目上都编辑上这个相异物。好，再来就是陈述到底要做什么用。第一个，它要连接物件的属性，比如说以锅法来说，它的性质 P31 就会连接到 Q5。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在做查询的时候，Wikidata 你这样编辑完之后，Wikidata 里面它会把锅法跟人类这两个 item 这两个条目透过 P31 连接起来。那这边稍微补充一下，有人会问说，Wikidata 跟维基百科的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在维基百科是类似一个字典，它会你每一项查到的资料，它都会很清楚的用我们人看得懂的语言去描写。那 Wikidata 呢，它是强调资料与资料的连接，每一笔资料都会透过 P，每一笔资料 Q 都会透过 P 来做连接，这样。然后再来第二点，连接实际的数字，比如说他的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就会透过 P570 来做连接。那第三点就是连接外部的资料库，比如说国家图书馆识别码之类的。如果它是本书的话，它你就可以去找国家图书馆的识别码去进行连接。那再来就是限定词的部分。如果限定词你有找到一些比较清楚的资料可以写上去，比如说，这不是国法资料，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资料。就是比如说有些历史人物他是日治时期出生的，那你就可以写始于、终于跟结束原因，在你的国籍的条目下面。那台湾日治时期那边始于就是这个人的出生日期，那终于就是1945。那再来就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跟中华民国。好，再来就是编辑步骤的最后一个部分，参考来源。那其实以编辑上来讲，每一项条目都会需要新增参考来源，但我个人觉得，你只要在一些比较独特的地方写上资料来源，参考来源就好。比如说，以郭法来说，他是个男性，他是人类，那他的国籍中华民国就不用了，因为很多人都是一样的。那再比较特别就是他的就读学校。是台北总督府台北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专门学校。那这个，因为不是每个人的就读学校都是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这一点有写在我们的参考资料里面，那你就可以直接写载于台湾省医师名鉴。那这个载于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你载于的这个文章，或者是这本书已经有在 Wikipedia 里面有一个条目了，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直接参考文献，直接打来源网址，然后直接把网址复制上去，这样就好。好，再来是比较容易混淆的陈述。这边举一个例子，死亡方式跟死因。死亡方式是指死亡的情况，例如自然死亡、意外或杀害等。那死因就是指死亡的直接原因，比如说他得了什么病，他因为什么病去世了，啊，或者是车祸溺水之类的。那这些也都记得要写上参考文献，毕竟每个人的死法都不太一样嘛。然后再来就是实际的操作示范。首先，我们进来到 Wikidata 的页面，然后再来找到你想写的资料。
你想写的资料，那这边我们以我目前跟水利署合作的专案河川来表示，河川来演示一下。那比如说消鲤溪好了，消鲤溪在这边，在国反白的这边，那我们这边就先搜寻消鲤溪。好，那这边有看到两个消鲤溪，一个是排水干线，一个是普通的消鲤溪。那这边我们就可以从描述了解说，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排水干线是茄苳溪的支流，但消鲤溪其实是凤山溪的支流。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消鲤溪。好，再来看一下它的语言，消鲤溪。肖里 River 描述是中华民国河流。如果你怕搞混的话，可以在后面新增凤山溪的支流。那我这边先不做这样的示范。那再来就是我们看到陈述有性质河流、注入水体凤山溪、集水区凤山溪流域、国家中华民国，然后再来是地理坐标。那我们这边可以新增什么呢？我们可以补充什么呢？这边有看到一个河川代码，河川代码我们刚刚在这边都没有看到嘛，就代表说没有人新增。那我们就可以按添加陈述。如果你不确定要在陈述或者是识别码两个，你不知道在哪边新增的话，你就统一新增在陈述。如果它侦测到你是识别码的话，它之后会自己往下移。那我们这边就打河川代码，河川代码这边是129010，129010。好，再来就是新增参考文献，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复制，然后这边打来。原网址，然后复制，然后再来是作品或名称语言，这边要打中华民国国语。中华民国国语。那再来还有一个可以新增的，就是检索日期。检索日期就是你什么时候看到这个资料，让后面的人可以去做一个参考。2021，那这是我录影的时间，这样。好，这样我们就新增完一个陈述了，那我们按一下重新整理。看，这河川代码就自动跑到识别码的部分了。所以，如果你不知道你的接下来要编辑的这个陈述是识别码还是普通的陈述，你就直接全部在陈述里面新增就好，因为它 Wikidata 里面会自动判断说它是识别码还是普通的陈述。好，那再来，我们拿一个应该没有做过的河川来示范一下，比如说这个。菜屋坑干线，我们就先搜寻菜屋坑干线。好，这边搜寻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建立一个新项目。那描述的话，如果你知道它在哪里的话，你可以直接写它是哪个县市的河流。那因为我们这边还没查，我也是先打中华民国河流。这边呢，就直接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在中文跟繁体中文里面，描述同时也要复制贴上。
那贴上完之后就按发布，按发布完之后才会是一个完整的描述。复制错了。好，再来陈述，最重要的是性质，性质就是河流。然后再来是国家，如果是人民的话，你就要打国籍。再来就是它的。注入水体，注入水体就是我们刚打的小离析。再来就是合串代码。9011，在参考来源就是直接复制这个网址，作品。好，那因为我们在这边注入水体里面打了小离析，那我们就要在小离析里面新增支流，在程序里面新增支流。然后把刚刚的 Q 的编号打上去。这样子，小里溪跟蔡屋坑干线，它才会有一个双向的连接。如果你没有新增支流的话，那只有蔡屋坑干线单向对小里溪有连接而已，而不是双向的。那这样的话，查询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错误，概念上也会有一些错误。好，这就是我的示范。好，那因为这个议程轨是40分钟，那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时间让大家自己亲手操作。那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到 Slido 上面询问。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专人来负责讲解，可能是我，也有可能是 VK 他其他的。好，建峰，现在你要不要投 Slido 的问题？我刚刚看到三个问题，应该有足够时间可以来回应。好，这样有看到吗？你要投吗？好，那我们就来解答一下，开一下麦，看一下。好，我来解答一下。有人问说有，第一个问题有 API 或其他大量编辑的方式吗？有，因为 Wikidata 里面其实我们在编辑的时候有很多的资料内容大量的重复，可能只有一两项的不同。那这种时候，Wikidata 就有一种比较快速的编辑法，叫做 Quick Statement。Quick Statement 的就可以让你透过
复制贴上一次，复制贴上很多笔，然后中间稍微修改一下几笔或者是名字，然后这样就可以快速的编辑进去。但是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进阶的用法，属于比较进阶的用法，所以在基础编辑里面，我们通常也不会建议说你第一天编辑的新手就去碰。对，那这之后如果有开一些比较进阶的课程，会再跟大家讲解。那有兴趣也可以自己去研究，不过都是英文版的，可能要英文基础能力比较好。好，再来第二个问题，如果资料的内容不同人有不同的认知，是通过什么方式决定？那其实这个问题通常比较不会出现在 Wikidata 上，因为 Wikidata 上透过刚刚的编辑教学有看到，它的资料内容都是客观事实，不会出现主观的去解说。那这个问题比较常出现在维基百科上吧。那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麻烦就是大家在写的时候都新增参考来源，让后续的编辑者去参考说你的来源跟自己的有什么不一样。好，那如果两双方真的不一样的话，可以透过 Wiki 的聊天室，或者是你们自己去找本人对质这样。那第三个问题，栏位如注入水体和穿代码是系统保留制吗？使用者是否可以制定栏位？那这个问题大概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T 的话是算是 Wikidata 里面的系统保留制，如果你要这么解释的话也是可以。那这个 T 是不可以透过使用者制定栏位的，因为这个 T 有个标准的程序流程，要很多的老手一起讨论，然后送件到 Wiki 总部去请他们新增或修改，所以不可以制定那个 T， 但 Q 是可以制定的。那这个系统保留制，算是，因为通常不会有其他的 T， 通常只会有一个名字，不会有其他的名字。对，使用者可以记录系统目前定义以外的自定物件吗？这问题我不太了解。这应该跟三一样的，对，应该是跟三类似的问题的。跟三类似的，主要是提 property 要怎么提的？对，哦，对，那就是当下是没办法制定啊，对啊，对，但可以透过投票方式去提 property。可以记录河流的流道向量吗？目前我是没有看到有人这样记录，也有可能是大概是问那个方向吧，水流的方向之类的。水流的方向，我知道流量可以记的。那我们来查查看，我们来查查看其他国外的大条河有没有写，像。我们查尼罗河好了，直接投影。哎，我有投影。我这边看是有投影。哦，有了。好，这就是尼罗河，然后这是一条世界大河，在 Wikidata 里面也是一个世界级的条目。那我们来看看它有没有写。有集水区，哦，有流量跟集水面积，流道的向量，我看一下地理坐标，海拔长度，流道向量我还是不太懂什么。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就是直接查一下比较世界级或权威级的相同性质的条目，去看看他们怎么写的。这样，觉得流道向量会有个问题，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流向，所以就变成这个资讯要记蛮多的。对啊，那如果河流的话，其实以 Wikidata 来说，能写的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写更深入的话，可以去。可以到 OpenStreetMap 去写。
然后下午的话就是 OpenStreetMap 的议程，大家可以在那边讨论。好，那目前的解答就先这样，谢谢大家。那是时候是下一个议程开始了。好，谢谢建峰的分享。